尊敬的诸位法师慈悲，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慈悲，阿弥陀佛。啊，今仔日是咱即次即个教师节，护国惜灾、念佛报恩、三时下念的法师呢。最后一天，今天特别圆满了。那么首先，咱来感恩咱这次发挥主办单位，咱台北华总净宗学会，阿弥陀佛净宗学会，以及台南市净宗学会极乐寺那么咱这个四众同修大家发起启建一场三时下念的法事那么咱叫这个因缘呢也当伫遮相聚三天那么念佛那么来做这三时下念那么上重要的就是要来回向咱一个世界现在非常频繁的天灾人祸种种的灾难所以这个世间这个灾难在咱佛法里面讲那么这东西咱众生这个恶业所感所以佛经里面讲了很清楚一切法对心上生所以人的想法若是一个家暗都想到自私自利想到要争夺这些名闻利用一个家暗去这些贪嗔痴慢那这个灾难就会来所以会说我们这个世界叫做娑婆世界这人心不善所以连带呢咱这个世界呢也这个环境咱说这个地球也真脆弱所以佛在北大林甲经大林也说得清楚了世间无常嘛，国土为脆嘛，所以咱认为这个大地这上坚固的，上顶的但是佛陀人讲那真脆弱，很脆弱，为什么脆弱呢？我们人心不善，又很怀疑，怀疑什么呢？你看贪嗔痴慢还加上个怀疑这个怀疑很厉害哦怀疑什么呢怀疑圣教圣贤的教诲佛菩萨的教德不肯相信这不肯相信就会怎样了就为非作歹了所以说呢咱这个世间才会遭受这些灾难所以实在说咱众生怀疑无这个警觉心去狂妄心造业因此呢造成咱这些灾难就愈来愈严重就愈来愈厉害那么这个灾难是不是可以来避免呢有法度来消除无呢当然啦咱都要讲过灾难是咱家己引起的所以现在呢只要咱人可以来回头只要我们肯回头肯向善换句话说用这个自私自利的这个心态来放下咱都来想别人
莫来小家己，大公无私，念念想社会，想这个众生，安尼这个灾难就会当化解。所以讲这个救苦救难啊，无百种的方法，是会当做会到的。你安那做，也就是会当呢帮助一切众生呢，会当来改革自身，会当来感悟，参像咱佛陀教育，会当来推广，帮助众生会当破迷开悟，念念拢来为社会，为世间的人去设想，所以只要这个念头大家若转过来，这叫做破迷开悟啦，就会当来转凡心性，就会当离苦得乐，灾难就会当化解。所以上重要的就是对咱家己本身来做起。所以讲，咱家己来影响着别人，影响着社会，慢慢人侪了，这力量就强了。就参像咱师父净空上人迄讲经内面有讲到啊，讲伫即个日本有一个琵琶湖啊，那么一个老和尚呢带领500个信众那么为这个湖来给他祈祷因为这个湖他时间久了那么恶臭不堪很脏很臭。所以大家一起来给他祈祷用我们的心力祈祷他，希望这个湖水可以清净所以大家一个心念都发出来500个人统一一个心念湖水清净了结果呢真的这个湖水慢慢就澄清了那么这个效果呢大概维续了两个多月两个多月以后慢慢这个湖水又开始脏了所以它是有一个期限如果常常祈祷这个湖水就可以常常保持干净那么现在咱底下这些30细念也是这个道理我们用念佛希望大家清净心来念佛希望呢用这个心力来集中那么来祈祷那么化解这个世界的灾难那么祈求和平那么真的会有效果这就是水结晶的实验给我们做证明的你看这个日本这个江本胜博士做这个水结晶实验证明了什么呢你看连水都会感觉都会看都会听所以呢这个水你看呢你给他呢说呢我喜欢你我爱你你发出这种善心感恩的心那这个水呢它就会感受到所以你看这个水同样的水你把它分成两杯一边呢说我爱你我喜欢你我感谢你这个水的结晶在5°C -5°C 这实验室里面画出来的结晶呢紧碎很美很有规则很漂亮那么赶快的水呢你跟他讲这个水我讨厌你我不喜欢你结果这个水呢听到这个话在0°C呈现出来的这个结晶竟然很丑很难看所以你想这个水它竟然会听会感觉那水就是代表什么呢代表这个是矿物我们一般讲这不是有生命的它都有感觉的更何况动物植物那都会有感觉尤其是人那感觉更明显
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啊，叫做敬人者人恒敬之啊，爱人者人恒爱之啊。所以你希望别人怎么对待我们，我们自己呀、啊，要先检讨自己，我用什么心来看待别人啊，来对待别人。所以一定要从本身做起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啊。那么这个水的结晶啊，这个实验给我们证明的啊，那么我们现在的起心动念都会影响到整个环境啊，不只是人哦，包括这个环境，这个大地啊，都会影响啊。所以我们师父觉得啊，哎，这个实验啊，对我们学佛啊啊，得到一个很有力的证明，证明经上所说的《楞严经》上说啊啊，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啊，这个因果啊，包括了一切啊万物，从大的到小的啊，世界微尘，世界是最大的，微尘是最小的，包含所有一切的万事万物，因心成体啊，是我们心可以来决定的。你希望它好，你心必须要好啊，如果你心不好，希望这个环境好，那是不可能的啊。我们中国人常讲风水嘛啊，这个风水怎么样得到好风水呢啊啊，所以中国人看相算命讲一句话哦啊，福地福人居嘛，福人居福地呀、啊，你是一个福人，你自然就有福报，你有福报就有好风水啊。那么你不是一个有福报的人啊，你的心不好，这个好风水即使遇到了也会变不好啊啊，真的是我们自己决定的啊。所以这个水结晶实验呢，给我们证明啊，太好了啊。所以现在呢啊，我们在啊高雄啊，我极乐寺有一个别院啊，菩提别院啊，这里面有一个负责的刘医师啊，就是帮我们师父看牙齿的刘医师啊啊，那么我们师父就指示他啊，要搞一套跟这个江本胜博士一样的设备，我们也来做一个水实验的结晶啊，这个实验啊，当然不只是做水结晶，所有的万物都可以拿来做实验啊。所以现在呢，这个实验室啊已经成立快一年了啊。啊，那么深入的来研究啊，来实验，来证明啊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那么今天我们念阿弥陀佛啊，这一句功德更殊胜。为什么水最喜欢呢？啊，因为呢啊，我曾经陪我们师父到日本东京啊啊，那么去参观这个江本胜博士的实验室啊。那么你这实验室来对呢啊，那么咱直接参观了 啊这个江本胜博士就给我们做简报啊。那么做这简报报告的时候呢啊，这个江本胜博士啊就一张一张的秀出啊啊，那么他所实验的这个水的结晶啊啊，比如说听音乐啊啊，音乐他很喜欢的啊，这个很美妙的音乐，古典音乐，诶，结晶就美啊。啊，如果听那个重金属的啊那种音乐啊啊，那个呢啊那个水呢好像不太喜欢，结晶比较丑一点啊啊，甚至于呢给他看这个各种宗教的符号啊，这个宗教的符号，这个水的结晶都很美哦啊啊，所以啊啊，甚至写个爱字啊，写个感恩，这个结晶都非常漂亮啊。最后突然呢他就秀出了这个水啊，如果来听阿弥陀佛，诶，会有什么结晶呢？结果他真的秀出来哦，秀出阿弥陀佛啊啊，这个水听了以后的这个结晶啊很美很漂亮。那么这个阿弥陀佛的佛号呢啊，还不只是啊四字，还有六字啊，那不只是四音，还有五音啊。你看我们今天的念佛啊，刚刚念的是五音的
啊，那个五音跟四音啊，其实没有差，为什么呢？水都很喜欢，六字跟四字啊，也都很这个听得都很高兴啊。所以啊，只要你肯念佛啊，念什么佛号都没有关系啊，那都是殊胜无比的功德利益啊。那我就很奇怪了啊，因为这个江本胜博士他不信佛啊。啊，他说他不信宗教啊，他纯粹是科学家啦。啊，为什么？哎，会拿阿弥陀佛来给水听做实验呢？啊，我就请教他啦。他跟我讲啊，因为呢，啊，他呢去过我们学院啊，啊，我们请他去学院呢 去讲演啊。那么讲演完了以后啊，啊，那我们招待他去旅游啊，去观光啊。啊，结果呢？啊，他们这个日本人啊，最喜欢呢、在澳洲啊旅游观光啊，啊，最爱黄金海岸，啊啊，我们就安排他到黄金海岸去玩呐、去旅游啊，然后就住在我们黄金海岸的金色，不过这个金色现在已经卖掉了，为什么卖掉呢？太靠海边了，这个金色下旁边呢就是海。有个码头还可以坐船，我们师父说呢，现在靠海边哦不太安全，还是早点卖掉好了，所以我们把它卖掉了。那么当时还没有卖之前啊，那么这位啊江本胜博士就住在我们的这个金舍里面啊，然后呢他住在金舍，我们这个中间是个佛堂啊，然后佛堂上面呢有放这个佛号。那么他整个晚上都在听这个佛号啊，结果听了一个晚上啊，第二天出去旅游观光啊，结果耳朵啊还一直听到阿弥陀佛啊，所以呢他就觉得很奇怪，他说这个佛号是你们这个佛堂的这个佛号机在放，怎么我耳朵现在还一直听到阿弥陀佛啊？所以我说呢，虽然他说他不信佛不信宗教，还挺有善根的嘞，为什么呢？因为啊，我们平常念佛啊，你看呢，我们打个佛七啊，念个七天，哎，还不错，哎，回去呢，哎，还有听到阿弥陀佛啊，那么啊，这个过了几天就没有了啊，那么这个是什么？是我们打佛七耶，这么精进用功念佛，哎，才有这个现象呢啊，但是人家只听一个晚上而已，哎，竟然有这种善根呢，哎，阿弥陀佛一直在耳边啊响起。所以啊，我觉得他很有善根哦，所以他觉得很好奇，为什么阿弥陀佛这么特别啊？所以他回去的时候就把我们请这个念佛机啊，回到日本来做实验啊。结果一实验呢、果然没错啊，这个阿弥陀佛真的很特别，功德利益很殊胜哦。你看那个结晶啊，很美，很漂亮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绝对啊能够肯定的。我们以真诚慈悲感恩的心来念这句阿弥陀佛，你想想看，这个慈悲啊感恩心啊，这个爱心已经不得了了，这结晶已经很美了，现在再念个阿弥陀佛，哇，就更美了就更殊胜，就更圆满了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今天呢根据这个科学的实验来证明我们大家呢真心来念阿弥陀佛，真的功德太大了不但呢可以断烦恼还可以消业障将来呢还可以什么呢往生成佛你看看呢，得到这么殊胜圆满的功德利益这个是所有的名号里面通通找不到的，只有这一句阿弥陀佛。所以阿弥陀佛叫做万德洪名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解决这个世间的所有疑难杂症很简单，就是从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念起所以以真诚心慈悲心来为大众祈祷，我们就念阿弥陀佛那么劝人呢也是劝他改过自新，最后都念阿弥陀佛。如果人人都来念阿弥陀佛你想想这个世界不就变成极乐世界了吗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真正宇宙之间的净土了
所以这个问题啊，真的要从我们自己本身来做起啊。所以呢，这就是把这个业因呢、啊，把它转过来啊，因转了，果报就转了啊。所以啊，首先呢，第一个，我们心量一定要大啊，不要念念呢、啊、想自己啊，也不要只想我这个自己这个家啊，这个家还是太小了。啊，我们希望啊，这个家呢，啊，要大家啊，不是小家哦，啊，人人呢、啊、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啊，都是我们的亲属啊。你看看呢，这个佛经上不是说吗？啊，这个一切男人是我父啊，一切女人是我母啊。你看，这不是一大家吗？啊，为什么只局限在我们的小家呢？啊，所以呢，人人呢、啊，啊，我们都要当作自己的兄弟姐妹啊，我们的父母一样的来看待，啊，来救度，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啊，我们呢，把这个心呢、啊、一转，啊，本来叫轮回心呢、啊。啊，你看看这个轮回心呢，就是念念呢、啊，想自己啊，想自己的这个家，这个小家，这叫做轮回的思想啊。现在把它转过来，念念呢、啊，想这一切虚空法界的众生啊，这叫什么呢？这叫做佛的思想啊，佛知佛见啊。所以我们学佛啊，啊，首先要知道，我们一定要做佛。啊、哦，那么第一个你要做佛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要把这个思想转过来啊。如果思想不转过来，那我们怎么能做佛呢？啊，所以呢，啊，我们呢真正的转过来啊，这个心量一大啊，念念的欢欢喜喜的去帮助一切众生，这叫真正觉悟啦。啊，所以呢，我们随时随地啊，都来做什么？做一切众生的义工，啊，所以帮助一切人呢、啊，都是义务的，啊，都不是有代价的。这叫什么？这叫做不着相的布施，也就是供养，啊，所以三轮体空啊，啊，念念都为大家啊，为众生，这就会三轮体空啦、啊。啊，所以呢，啊，能够帮助一切众生觉悟啊，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啊。那么尤其呢，现在人啊，你看这个金融啊风暴啊，啊这个啊景气不好啊，啊，所以现在人呢、啊、对钱财很重视啊。那既然对钱财很重视，那我们怎么样度现在的人呢？我们反过来，哎，你对钱财很重视，那我反而呢，哎，念念的啊啊，来布施钱财，来帮助大家，哎，给他做一个榜样啊，让他觉悟过来啊，啊，所以要知道啊，如果念念的贪财，啊，一天到晚想钱，啊，这个想钱呢、啊，这就是贪哦，啊，这个贪的业因啊。是什么业因呢？是三恶道的业因哦，也是我们今天讲这些灾难啊，水灾的业因哦，啊，所以你像水灾是怎么来的？啊，楞严经上说啊，水灾就是贪心来的，那、啊、人贪心呢，才会有水灾嘛。如果大家都贪心，那个洪水就来了，啊。那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为什么水灾跟啊跟这个人的贪心有关系呢？哎，你看看人啊，看到喜欢吃的东西，哎，就流口水了，啊，你看呢，流口水，那就水灾了吗？跟水有关系吗？贪嘛，贪水，啊啊，那么嗔恚心呢，啊，就堕地狱，啊，你看这个地狱的果报啊，啊，就是一片火光。啊，跟火有关系啊，所以这个火啊是什么火啊？是我们自己的火气呀、啊，啊，火气太大，哎，将来就跟地狱的火很相应哦，啊啊，常常发脾气啊，念念都不高兴啊，你想想将来到哪里去呀、啊？自自然然就感应到地狱去了啊。那么愚痴呢，做畜生。啊，愚痴就是善恶啊，真假利害是非邪正，他分不清楚啊。这一分不清楚啊，啊，你看把真的看作假的
啊，把善的看作不好的，那就完了，这下就愚痴啊，愚痴要堕畜生啊。所以我们啊，一定要知道这些业因果报，要清清楚楚、了了分明啊，这叫觉悟啊。啊，所以你看现在人啊，社会的人这么喜欢钱财啊，我们看的啊，多生怜悯心呢 啊，知道为什么将来他要受苦受难嘛、啊？不只是将来啊，现前他都在受苦啊。啊，你看呢，做钱的奴隶啊，很苦哎、欸。啊，那么眼前我们看到的啊，你看呢啊，人为财死啊。啊，你看这个社会上啊，为财而死的人太多了，啊，其实啊，我们的老祖先，啊，你看我们的啊这个祖先呢 啊很有智慧哦，他早就已经告诉我们这个真相，他已经在文字上啊透露出玄机了，我们却看不懂，啊，你看中国人呢、啊，啊，我们创造那个字啊，那个文字那个钱呐、啊。啊，那个钱怎么写呀、啊？哎，大家想想，那个钱怎么写？旁边一个金字，啊、哦、啊，然后呢，另外旁边呢，啊啊，有个两个戈字，啊，那戈是什么？戈就是兵器啊，刀子啊，啊，所以一边是金，一边是啊拿刀子，拿两个啊两把刀哦，啊，两个人两拿把刀来对着自己，啊，你看看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就告诉我们呢、啊，这个钱呢、啊、不是好东西，啊，为什么呢？如果你手上拿着钱，嘿，就有两把刀，时时刻刻的要你的命，哎，这个钱就是这个意思吗？啊，所以中国的文字啊，真的是充满了智慧，啊，是智慧的符号。在全世界啊，你看哪一个国家民族啊，你找不到这么有智慧的符号啊！所以中国的祖先啊，太伟大了啊，太了不起了啊！你看时时刻刻啊，都在告诉我们这些真相啊，警觉我们呐、啊，啊，要我们觉悟啊，啊，所以这不是好东西啊！所以呢，我们呐、啊、要懂得去舍啊，啊。那么这个金舍掉了，你想想，这两把刀同时也就舍掉了嘛，啊啊，所以你看呢，你没有金了，哎，你的生命就很安全，啊，就平平安安的可以过日子啦，啊，所以啊，你就知道钱财不是好东西，啊，土地也不是好东西，啊啊，多少人被这些害惨了。啊，所以我们样样啊都舍，啊，是不是舍了就没了呢？刚好相反，舍得舍得啊！你看中国人多有智慧啊！你舍了就会得哦，啊，得到什么呢？得到福报啊，得到功德啊！所以啊，我们自己啊啊，看到有需要的大众啊，我们随缘啊帮助他啊，舍财修福。啊，那么我们真正的为众生啊，为社会啊，那么我们自己生活啊，简单的过就可以了啊。我们有一个小房子啊啊，能够遮风避雨，吃得饱，穿得暖，随缘度日，这就是佛菩萨的生活啦啊，过得很自在啊，心地很清净啊，没有一丝一毫的挂碍。没有牵挂，没有烦恼啊，身心都很清净啊。那么心清净的，身就清净哦啊。所以你看呢，哎，你也不用去什么看医生啦、啊。为什么？你的心清净的，身体就会健康啊，百病不生呢 啊。那我们居住的环境呢，也自然就清净的啊。它是互相会相应的，因为一切法从心想生嘛。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要真正肯放下啊这些忧虑牵挂烦恼啊，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这个世界上啊最幸福最快乐最美满的啊。所以你想想啊，这个世间人啊，这个贪心呢、啊，如果不断啊不放下，那真的后面的苦日子就要来临了。
那么这个贪财啊，现在不是只有大人贪财啊，连小孩都贪呢，小孩都爱财爱财呢，所以这个世间呢、啊，你看这个整个是爱财的世界啊。那不要说现在了，古人就是这样的啊，世间的凡夫啊，你看看呢，自古以来都是如此啊，都是啊不知足。不满足的，所以这些钱财啊，他永远不会说有一天呢、啊，哎，我够了啊，不赚了啊，没有啊，永远都是欠缺永远要拼命的去赚，越多越好，多多益善啊，所以啊，这就是啊，人这个欲望没有满足，那个苦难也就没有停止了啊。那么过去呀、我们也曾经说过一个公案。这个公案呢是讲到什么呢？吕洞宾这吕洞宾呢他呢修成仙了八仙之一吕洞宾，所以有了点金术这种功夫能够用手指一点点这个石头就变成黄金了有一天呢他出外去游方，遇到一个小孩子跟这个小孩子在那边聊天呢、这个小孩觉得他很聪明很伶俐所以他就想，好，现在来试试看人心到底现在变得如何啦因为他修仙闭关很久了，不知道现在世间的人心的变化所以呢遇到这个小孩就来从小孩来试试看就看到这个路边有个小石头然后就把这个小石头拿起来用手指一点就变成黄金，然后就要送给这个小朋友，结果这个小朋友说呢，说我不要这个吕洞宾心想难道这个小孩有修行吗他竟然不爱钱呢，是不是嫌太少吧没关系，再捡一颗更大的石头，用手指再一点，又变成黄金了，然后再送给这个小朋友。结果这个小朋友又说什么呢？我才不要！这个吕洞宾呢，很好奇，就问这个小朋友，他说：“小朋友，小朋友，这个小的黄金你不要，大的你也不要，那你到底要什么？”这个难道你真的不要钱吗？结果这个小孩就讲一句话，他说这个再大的黄金都用得完所以呢用完了就没了所以我要他做什么结果吕洞宾说那你要什么这小孩说我要你那个手指头你那个手指头给我，这个才好，用完了再点，永远用不完。这就是说明人这个贪心是无限的啦所以我们要赶快回头如果往贪心走下去那后面是没完没了啦，那苦难就受不完了啦一回头，回头就快乐这回头是岸那是真的啦所以呢，你看呢，这个欲壑真的很难填人呢，这个贪欲就像那个山谷一样填不满贪心太厉害了，所以这个世间种种的罪业你想想看，是不是从这些贪心所造成的贪财、贪色、贪名、贪利那真的所有一切罪都从贪心开始所以我们学佛啦知道啦这个财色名食睡这个贪心下去就是地狱的五条根所以呢知道这个后果是非常可怕这个贪心太厉害难免将来要堕三途所以我们现在学佛第一个贪心要慢慢减少
啊，所以呢，那个贪哈、哦，用这一句阿弥陀佛来对峙，啊、看到喜欢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念，哎，这个贪就会转过来哦，啊，因为这个贪心呢、啊、也不是真的啊，阿弥陀佛念久了，这个贪心就不见了啊，啊，阿弥陀佛很好用哦，啊，慢慢的这一切啊，你就有智慧，就会看得很清楚啊，啊，少欲知足了。如果让它一直发展下去啊，啊，这个贪心的后果真的啊，我们看到佛经上就讲了很多这种例子，现前社会也给我们看到很多的现世报啊。那我举一个佛经里面的故事给大家做参考，在《大庄严经》里面呢、啊，啊，《大庄严经论》里面说哈、啊，啊，有一次啊，这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尊者啊。啊，在舍卫国啊去乞食啊，去托钵。那么走在这个啊旷野啊，这个农田呐、啊、旷野，看到啊有一堆金子、黄金呐 啊埋藏着啊，但是呢啊这个从表面看呢、啊、看得出来啊，透露一点啊黄金的啊埋在这个啊这个土地里面。结果呢，佛就跟阿难尊者说：“说这个黄金呐、啊，这是大毒蛇啊。”结果阿难尊者就对佛说：“啊，对的，这是恶毒蛇哦啊。”所以佛说是大毒蛇，阿难说是恶毒蛇。这个时候啊，在附近呐 啊田里耕种的一个农夫啊，他听到了。听到佛跟阿难、啊、在那里讲说，哦，那里有恶毒蛇，有大毒蛇、哎啊、他等到佛跟阿难走了，他就偷偷的去看看、啊、走到那里看看、啊、哪里有什么恶毒蛇大毒蛇来看看，结果一看呢、哎、原来是一堆黄金呢，这个黄金怎么会是毒蛇呢？哎，那佛跟阿难呢？这奇怪怪的，怎么把黄金说成毒蛇啊？啊，那么这个农夫啊，起了贪心，就把这一堆黄金呢，带回家里去了。从今以后，他就变成一个大富翁啊。结果、啊、很快的，哎，这个消息就传到国王那里去了啊。国王知道了，哎，派人把他抓起来。啊，因为这个土地里面的金银财宝都是国王的哦，哎，竟然呢，你把我贪了，把我拿去了啊，把他抓起来，关在监狱里面，啊，虽然从前所得到的黄金呢，这个时候用完了，但是呢，还是免不了啊，要接受刑罚，啊，这个时候这个农夫啊，就非常悔恨，啊。非常的啊痛苦啊，不禁呢、啊、一直叫喊着啊，恶毒蛇阿难，大毒蛇世尊呐、啊，啊就这么喊了、啊。结果这个国王听见了，就觉得呢，哎，他讲话有一点不伦不类的，怎么这么奇怪啊？啊，讲话这么奇怪，于是就把他传讯过来。啊，问他呢，你怎么说这个毒蛇啊，什么大毒蛇阿难啊，恶毒蛇什么世尊啊，你在讲什么啊？结果这个农夫啊就跟国王说啊，啊，我啊从前在田里面种田啊，本来啊很安闲，很自在，很快乐的过日子啊，结果有一天呢，听见啊这个佛跟阿难在说有毒蛇，我就跑去看，原来不是毒蛇，是黄金啊。结果一贪心呢、啊，啊，就把这个黄金呢、啊，啊，据为己有啊。结果今天想来啊，确实啊，啊，佛跟阿难尊者讲的一点都没错，黄金真的是毒蛇，因为我被抓来了。啊，所以呢，啊，这个故事啊，啊，让我们真正啊体会到。啊，人在这一生当中啊，你看看呢、啊，如果一天到晚为这些财色名利呀、啊，啊，去那边呢，啊，追逐啊，你想想将来啊，我们的果报会到哪里去？啊，那不只是毒蛇啦，那比毒蛇还厉害啦，啊，到三恶道去了，啊，要出离呀、啊，啊，都没有机会哦，啊。
所以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尤其呢、我们在三界生死轮回当中、不能够超越生死，那你就生生世世要搞生死轮回，受苦受难不能停止啊！所以这个才是呢我们今天呢真正的大难啊。所以我们讲啊，一切灾难啊，什么灾难最严重呢？生死轮回的灾难最严重啊。那怎么样消除呢？今天啊念阿弥陀佛就可以消除，就可以解决这个真正的大灾难啊。所以我昨天也跟大家说过了啊，这句阿弥陀佛，你看一切经座都消除不了的，哎，这句阿弥陀佛通通可以消啊。你看包括我们自己身心的啊这个灾难啊，绝症啊，病苦啊，再加上呢天灾人祸啊，世间的啊种种的自然灾害啊，这些呢也通通可以消除，就一句阿弥陀佛都可以解决了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真心的念这句阿弥陀佛，你看看啊，我们这个净土法门呢、有一个很殊胜的地方，跟其他法门不一样哦。我们这个法门啊，为什么用莲花来做代表？这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这个法门的功德利益不可思议啊！你念阿弥陀佛啊，这是种善因呢、无比殊胜的啊，这个最圆满的因呢、结果得到什么呢？得到最殊胜圆满的果报啊！所以这个果报呢，不是等到以后才得到，现前就得到。你看你这个三十七念里面有讲啊，一念相应一念生，念念相应念念生所以我们念一句阿弥陀佛，一句相应就一念佛了念念相应就念念佛了这个妙因妙果啊，是不离这一心呢 所以呢我们以真信切愿念这句阿弥陀佛我们所谓的三资粮信愿行具足了，你看念这句阿弥陀佛得到什么好处，什么利益呢我们真正的相信这个愿也非常恳切巴不得马上就想去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信是深信，愿是切愿那么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西方极乐世界的果报就现前了不是等到以后才能够移民到极乐世界哦，现在极乐世界已经报到了哦，已经注册了哦为什么？因为那个七宝池就会长出一朵莲花出来而且这个莲花上面呢还刻着我们的名字呢不只有名字，还放了一张相片在上面还有影像在里面哦这个是真的那么当然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确确实实对这个世间一切都能够看破，都能够放下我刚刚说嘛为什么知道这些贪嗔痴的这个利这个弊病这个后果这个就是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呀所以看破了世间呢你才能够放下世间呢所以呢这个一切都放下了，都不要放在心上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你才能够真正做到信愿持名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呢这个放下是心理放下最重要是心理要放下而不是说外面的事项通通把它放下，事项不能放下的事项呢其实没有妨碍的我们很多人的事项是放下了心里还牵挂这没有用的必须真正心里面彻彻底底放下了这个事项它不会妨碍你看佛经上说嘛，事事无碍嘛
所以啊，这个事为什么会造成障碍呢？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如果你没有牵挂，那就没有妨碍了嘛。啊，所以啊，你看《华严经》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去参访啊，这五十三位的善知识，都是各行各业真正修行的善知识啊，个个心里面都是心地清净，啊，一点挂碍都没有。但是在事项上呢，哎，是表现在各行各业最顶尖的人，啊，男女老幼啊，各行各业啊，你看呢，都是啊在这个社会了 啊真正啊表现最好的，啊，可是呢，你看他们心里面呢真正的清净，这是什么？这是菩萨啦。所以各行各业里面都有菩萨，只要你真正做到心地清净，没有挂碍。真正看破放下了，你看这就是菩萨了。所以哪里没有菩萨了啊？可能我们周遭都是菩萨嘞啊。所以真正啊，心要清净啊，所谓的心净身清净啊，身清净啊，才能够感应到净土嘛啊。所以关键在心要清净啊，所以身土也就清净了。啊，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个莲花，就是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现在的心啊，真正清净啊，信愿具足啦，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那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莲花就开了，啊，这个果实啊，啊，就长出来了，这叫因果同时，啊，跟其他的花不一样哦，其他的花是先开花后结果。啊，也就是呢，其他的法门也是一样啊，慢慢修，修到最后才成就。哎，我们念佛法门不一样哦，现在修，哎，现在就有成就，因果是同时的。啊，有没有例子呢？有没有证明呢？有证明。啊，你看我们这个莲花哈，啊，一开的时候啊，里面的莲子就长出来了，啊，所以花里面就有籽，就有果实啦。啊，花果同时啊，代表我们这个法门是因果同时，所以不用等到啊，等待什么呢？等待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这个业报之身啊尽了啊，说这个身已经尽了，缘到了以后，哎啊，才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才到这个七宝池八功德水里面呢啊出生啊，其实不需要等待。啊，真的现在就生哦！啊，现在啊，信愿持名啊，这四个字是我们修学的总纲领哦。哎，极乐世界，哎，莲花就开，而且越来越漂亮啊！这个光啊，啊，这个光色越来越美啊，莲花越来越大啊。那么这个莲花当中有个台啊，这个台啊，啊，我们叫金台。啊，所以呢，你看看呢，我们希望我们将来啊，到极乐世界啊，是金台啊，这个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拿来接我们的这个莲花是金台的莲花啊，那将来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不得了啊，马上就花开见佛悟无生喽，马上就成佛喽。啊，那么现在呢，啊，我们还没有去极乐世界，莲花都已经有了。啊，换句话说，我们已经在极乐世界啊注册报名了，啊，已经有名字了，啊，所以虽然现在还没有去，我们已经不是娑婆世界的人了，我们已经是极乐世界的人了，所以这个法门才真正的殊胜啊，啊，那么我们在圆英法师有一个《弥陀经》的要解。啊，他一个注解啊，叫讲义。这里面呢，哎，他老人家曾经引了两个人来给我们做证明。他说，第一个人啊，叫做宋朝可久法师啊。那么这位法师呢，啊，常常念《法华经》啊，啊，也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结果呢，后来呢，他功夫啊，成就了。啊，他是坐着念佛往生的啊，结果往生以后啊，
死的，我们一般说死，其实没有死啊，这个身体啊啊不要了啊，臭皮囊丢掉了啊啊，到极乐世界换一个新的身体啊，金刚不坏之身啊，所以没有死啊。那么他呢坐在那边往生以后啊，确确实实已经断气了、哦、啊，三天啊，这一般人讲啊，死三天呢、啊。啊啊，在那个地方还没有入殓啊，坐在那边的打坐啊，三天啊，结果呢，三天以后他又活过来了，啊，活过来以后啊，哎，他老人家呢就告诉别人，他说啊，他已经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见到极乐世界的状况呢，啊，他说啊，跟经上所说的完全都一样。啊，这就是证明啊，哎，他真的到极乐世界去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像过去啊，曾经在啊好几年前，听说啊有一个小册子，啊啊是一个法师啊在山洞里面修行啊，然后呢啊结果呢他就到极乐世界去了，啊回来以后啊就写了一本呢、啊、叫《极乐世界的游记》。啊啊，那么里面讲的啊很多啊啊，就像极乐世界的样子啊，但是呢，跟那个经上一对照啊，有一些不一样。那、啊、后来有人就去问我们师父啊，哎，他讲的有一点不一样呢，啊，哎，这个能不能相信呢、啊？我们师父说呢，不能相信，啊，为什么呢？有一点不一样就不是极乐世界的嘛，要完全一样。啊、哦、啊，所以呢啊，这个里面呢啊，我们要知道，完全要跟经上所说的完全相符啊，你才可以相信啊啊，所以呢，这个不是说哇，他那讲的多庄严多美好，哎，拿经典来对照对照，哎，是不是极乐世界？哎，这样才能够辨别清楚嘛啊，所以呢啊，有不同的绝对不能相信啊。那么他说啊啊，这个可久法师啊，他说啊，我们世间啊修净土的人啊，他亲眼看到哦，在极乐世界啊七宝池里面都有莲花啊生出来啊，而且莲花上啊通通标着我们的名字哦啊，如果功夫好的啊，那个啊上品往生的啊，那是金台的。啊，莲花的那个台啊，啊，那像这个莲蓬一样，那个台子啊是金色的，这叫金台，啊，一般这叫上品上升的，啊，那么他有看到哦，看到谁呢？诶，他就举名哦，他说有啊，成都广教院的老和尚，诶，他名字都看到了哦，真的有名字哦，啊，那个老和尚还没有往生哦，人还在世间哦，他的名字都已经在极乐世界了。而且是啊，他看到了那个金台的莲花哦，啊，所以可见呢，这个老和尚修持的功夫很好啊。另外呢，他还看到一个人叫做明州的孙十二郎，啊啊，以及他本人，他们三个人他都看到啊，都是金台的啊。那么他说还有银台的。哎哎，这个哈、哦、品质比较差一点的，次一级的啊，银台的啊，那么他呢啊，也有把这个名字啊啊都有讲出来啊。那么讲到这个地方啊，就让我想到在唐朝的时候啊，有一位叫怀玉禅师啊，这个怀玉禅师呢啊，他就是啊发愿啊，将来到极乐世界哈、啊，阿弥陀佛来接他呢，希望拿个金台的莲花来接引他。啊，叫做誓取金台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发愿哦，一定要誓取金台啊。为什么呢？因为哈、哦，如果啊啊，我们以金台啊为我们的目标啊，万一呢，哎，没有拿到金台，还有个银台，还有个铜台，哎，那也不错啊，啊，还可以往生啊啊，好像考试一样，一定要考100分哦。啊，这100分考不到，还有90分嘛，还有80分呢、啊，还不错啊！啊、哦，你千万不要说，哎，60分及格就好了，
那很危险哦。啊，你不要说哎，金银铜铁，哎哎，我铜台铁台就好了，那挺危险的嘞。啊，所以我们还是啊要发愿拿金台的啊啊，就像那个孔老夫子所说的，取法乎上啊，仅得其中嘛。啊，所以愿望要发最大的、最好的哦啊，这样呢才比较稳当、比较可靠。结果这个怀义禅师呢，哎，他很念认真的念佛、哦，结果看到啊，阿弥陀佛拿一个塔，这个莲花来接他，他仔细看看，阿弥陀佛左手拿的那个莲花是什么台的？一看是银台的，他说我明明是要金台的，怎么阿弥陀佛拿个银台的？不去了，一定要金的才要去。啊啊，所以呢。这个呢，阿弥陀佛就消失了啊，因为他不去了嘛，啊，他一定要金的嘛，啊，所以呢，啊，这个啊，他呢自己啊是感觉到啊，可能功夫还不够，啊，所以呢，继续的啊念佛啊，念的七天七夜不中断啊，结果呢啊拼命念佛，哎，果然感应殊胜哦，哎，阿弥陀佛啊，七天七夜以后，哎，真的来接他了。这下来接他的时候呢，拿的是什么台呢？是金台的莲花，已经没错了。啊，所以啊，你想想看啊，这个阿弥陀佛啊，是不是回去啊换一个金台莲花来接他呢？绝对不是的啊，啊，是他的功夫啊啊已经达到了啊，所以啊啊，这就是感应道教。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啊，真的都要发愿拿金台的莲花啊。不过呢，如果阿弥陀佛拿个银台来接我们，还是可以去啦，啊，能去就好了嘛，赶快去嘛，啊，这个最重要。啊，所以呢，我们要力争金台啊，所以呢，这些呢都是事实。啊，那么讲到这个银台里面呢、啊，啊，那么这个可久法师啊，他有看到、哦，他说，哎，明州有一个徐道姑，哎，他是银台的，他有看到啊，所以呢，他呢就把这些事情啊跟大家呢啊报告完毕之后，眼睛一闭，念阿弥陀佛，他又走了，这一走就没有回来了，真的到极乐世界去了。啊，而且呢，啊，他真的走的时候啊，啊，你看看他预先说了他是金台的，所以呢，他这个瑞相很殊胜啊，真的金台迎接啊，还有天月明空，啊，大家都听到有天月来迎接他，啊，那么后来呢，这个徐道姑往生啊，是银台的往生。啊，感应也很殊胜啊、哦，是异香满室啊，整个房间呢啊都闻到了很特别的香味啊啊，所以呢啊这个香气啊好几天都不散，这些瑞相都印证了啊这一段注解里面所说的确实啊是真的啊。那么另外呢，他还有引了一段呢、啊，是讲到有一个叫越国夫人。啊，他领导他家里面的丫鬟，啊，家里的啊这个婢女呀，通通念阿弥陀佛，修净土，念佛法门，回向极乐世界，啊，所以很难得啊，这个夫人呐、啊，啊，引导这些啊婢女们都念阿弥陀佛、哦，结果后来呢，有一个婢女，一个丫鬟呐、啊，哎，往生极乐世界。啊，结果呢？啊，有一天呢，在晚上啊睡觉做梦的时候，哎，这个夫人呢、啊，在梦中啊，这个丫鬟就给她托梦，啊，给她道谢哦，在梦中啊，给她感恩哦，啊，她说呢，啊，非常感恩夫人平时的教导啊，让他们能够念佛啊啊，以至于啊，现在她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哦，所以他现在已经在极乐世界净土了，啊，所以他很感恩啊夫人平日的教导，啊，那么这个夫人呢，啊，他就有一个疑问，啊，他就问他了，他说西方极乐世界你真的到达了吗？他说是真的，啊，那么夫人就问他，那你能不能带我去看看呢？啊，他说可以，这是在梦中的境界。啊，结果呢，这个丫鬟呢、啊、就带着夫人呢啊一块哦啊，就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然后就看到、啊、极乐世界这个七宝池里面哈 啊有各种各样大大小小不同的莲花，
啊、哦。那么莲花有的颜色很漂亮，光色很美，有的比较啊凋谢凋枯的啊啊，比较呢没有那么漂亮。这个夫人呢 啊看了以后啊，就问这个丫鬟，她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个极乐世界什么都是一样的，都是平等的啊，为什么只有这个七宝池的莲花哈 啊很特别哦啊，大小都不一样，窟窿也不一样。啊，到底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啊，这个丫鬟就告诉他，他说这个世间啊，修西方净土的人，只要这个啊愿望啊一发起来啊，真的想去西方极乐世界哦，这个宝池里面哈、啊、就会有一朵莲花还没有开浪，莲蕊啊长出来。啊，那么如果他非常精进，这个莲花就会越开越大，越来越美啊，光色越来越漂亮。如果他懒惰懈怠啊，这个花哈、哦、啊就会慢慢枯萎啊。如果呢你念佛啊啊这个啊所谓的啊这个一天呐、啊、打鱼三天晒网啊。那这个哈、哦、莲花就长不大哦啊！如果你再去啊改修其他的法门呢、啊，那恐怕这个莲花就枯掉了、哦、啊，连影子都找不到啊！所以呢，你看这个莲花呢，一切法从心想生，也都是我们的心想出来的哦啊！怎么样的心呢？真信切愿，想要发愿去西方的心。啊、哦，所以你看看呢，这就是一念相应就一念生哦，念念相应就念念生啊、哦，所以呢，这个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哦，你看看呢啊，所有的东西啊都是不生不灭的啊、哦，真的永远常住的，唯独呢这个七宝池里的莲花有生有灭呀、啊。有枯啊，干枯的啊，枯萎的，哎，有的长得很漂亮，有枯有荣哦，啊，原因呢、啊、都在我们自己本人呐、啊，啊，因为呢，十方世界念佛的人呢，每个人的功夫不一样啊，情窦也不相同，所以我们的念力所感啊，这个哈、哦、不是跟阿弥陀佛有关系哦，啊，因为莲花不是阿弥陀佛种的啦。阿弥陀佛才不会那么麻烦，种这么多莲花做什么啊？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心念培养这个莲花，所以从这个啊枯荣生灭啊，就可以看到啊这个宝池里面的莲花，哎，哪一个人在用功，哪一个人在懈怠，哎，都看得出来哦。其实阿弥陀佛都清清楚楚、了了分明的啦啊。那么这个夫人呢，哎，她就看到了。有一个啊，像做官的人，啊，穿着朝服啊，古代呢穿朝服做官的人，哎，他的莲花长得很大，很漂亮哦，啊，那么他呢，这个夫人就问这个丫鬟，哎，这是什么人啊？这个丫鬟就说，那是杨戬，你看名字还在那里哦，那杨戬还没有往生呢。还在这个世间呢啊，所以真的哦，一念相应就一念生哦啊，你看他的相貌啊，那个样子好像放一张照片在那边呢，清清楚楚咯啊，看得明明白白哦啊，所以呢啊，这就是啊还没有到极乐世界之前，你看人还在这个世间啊，那么极乐世界的莲花上都可以看到他啦啊，还有他的名字在哦。啊、哦，所以呢，不但有名字，这个形状像照片呢，都贴在那里了，很奇妙吧？啊、哦，真的不可思议啊、哦！那么后来呢，又看到一个人啊，这个丫鬟呢、啊，就跟他讲，这个叫做马一啊，名字啊都很清楚啊。那么这个夫人后来就问了、啊，哎，那我将来升到什么地方呢？啊，这个丫鬟就指着一个很大的莲花，是金台的啊。他说：“夫人，你看到没有？你是金台的哦，啊，那就是你的莲花哦。而且你看名字都写在这里哦，啊，这是什么？上辈往生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讲啊，他确实念到啊，念佛三昧了。”啊，有这样不可思议的感应啊，就是证明了我们刚刚所说的，你真心念佛，恳切求生，虽然我们还没有到极乐世界哦，可是从极乐世界的七宝池里面那个莲花当中啊，就可以看出来了啊啊，我们真正啊已经在极乐世界已经报到，已经注册了。
啊，所以我常常跟同修讲啊，我们在这个世间呢、啊，什么都是假的，万般将不去啊，唯有业随身啊，来也空空，去也空空，没有一样带得走。真的可以带得走的是什么？莲花，哈、啊，莲花才是真的啊！所以今天如果要争要比呀、啊，可以呀、啊，啊，不要去比什么财色名利啊，那个都是带不去的嘛，都是假的。要比可以比什么？比莲花，看谁的莲花大啊，这才是真的啊！所以啊，我们在这个世间哈、啊，真的现在哈、啊，只有一件事情啊，其他的都没有意义了。这一件事情最有意义啊，培养莲花最有意义啊，最重要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啊，这个啊，大家呢，啊，念的这个三十七念啊，啊，那么不但呢，我们自己莲花会越来越大，我们还回向啊，希望啊，啊，所有一切众生，包括我们累劫的冤亲债主，我们的祖先啊，啊，希望一切大众啊，大家都能够念佛，希望极乐世界的莲花越来越大。啊，希望大家都同生极乐国，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发的愿望啊、哦。所以呢，真正的啊，了解到这个世间的真相啊，没有一件啊啊是值得留恋，没有一件可以带得走啊。那么遇到这个世间的恶缘呐、啊，啊，其实啊，我们说呢，这个恶缘呐、啊，啊，也可以变成逆增上缘哦，对我们修行也有好处哦。啊、哦，所以呢，什么缘都是好缘，都是善缘，都可以帮助我们念佛成功哦。啊，所以呢，在这个世间，人对你好很好，对你不好也很好。为什么呢？可能莲花会开得更大哦。因为呢，你把这些恶缘当作逆增上缘，莲花就会开得更大。啊，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呢，啊，过去我们在美国有一个同修啊，那么这个旧金，他住在旧金山呢、啊，啊，那么他呢，啊，这个每天晚上啊，这个回到家里面呢、啊，啊，他念佛啊，白天上班啊，在市政府上班啊，啊，晚上念佛，他最后念佛念到什么程度呢？念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花，他看到了，名字还写得很清楚。啊、哦，那么为什么他能够念佛念到这样的功夫呢？这种成就呢？因为他租房子租到鬼屋了，啊，这个鬼屋啊，啊，这个鬼啊很厉害哦，每天晚上准时12点就会出来，啊，结果呢，他每天晚上回去啊，赶快准备好啊，12点以前准备好，准备念阿弥陀佛，因为鬼12点会出来嘛。啊，那还没有出来之前呢，先闻到一股臭味啊，很臭很臭的味道啊。结果呢，哎，这个鬼啊啊，就慢慢的出来了啊。他赶快念阿弥陀佛啊。那么这个鬼呢，也不是中国鬼，美国鬼啦，很恐怖的啊。然后呢，啊，他如果不念佛，那个鬼啊就往前走要抓他，所以他大声的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到呢大概凌晨啊4-5点啊，天快亮了，那个鬼就离开了。啊，每天晚上都是这样哦，啊，所以逼着他呢，每天晚上都要好好念佛啊，啊啊！后来我们师父到旧金山去讲经啊，他跟我们师父报告这个事情，我们师父劝他呢，哎，赶快搬家啦，啊，天天醉鬼屋啊，啊，这个很恐怖嘛，啊，结果他说呢，他不肯搬家，他不要搬，为什么呢？他说如果不是这个鬼天天晚上都出来，他就不会晚上天天这么精进念佛啦。所以这个女居士啊，还挺大胆的啊啊！我们世间人遇到这种事情，我们早就跑掉了啊，早就搬家了。哎，他不肯搬呢啊，他真的把这个鬼当作什么？当作逆增上缘，逼着他天天晚上都念佛。哎，果然念得不错哦，啊，成绩很好哦。你看极乐世界的莲花就有了，而且很大啊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呢 啊学佛修行啊，什么缘都是好的。啊，都不是啊啊，障碍我们，都是帮助我们成就的啊，所以我们看一切人都是菩萨啊，都是来给我们考验，来帮我们加持，让我们极乐世界的莲花会越开越大，都要心存感恩哦啊啊，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念佛人啊啊。那么今天呢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啊，跟大家一起啊来起见三十七念啊，那么我们希望大家以最真诚、最恭敬的心啊，这个心哈、啊、一发哈、啊，那个水的结晶就很美哦哈、啊，再加上念阿弥陀佛就更美了啊，就更殊胜圆满了啊。然后呢啊，我们来做这个三十七念回向，祈求我们台湾啊
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社会安定，世界啊能够和平啊，然后呢灾难能够啊大灾化小，小灾化无啊。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家亲眷属啊，我们的啊累劫的冤亲债主啊，我们的所有祖先啊，我们过往的亲人，大家都来同生极乐国，往生不退成佛，然后再来广度无量无边苦难的众生，好不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